咦，大壮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这不是有蘑菇堡吗？可好吃了。给你准备蘑菇堡，我都饿了，我要去吃点零食了。这里大鸡腿不想吃。不想吃。小鱼干也不想吃。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吧。南瓜派，吃两个南瓜派吧，还是妈妈做的南瓜派好吃。呆呆，站住，你怎么又吃零食了？你拿这么多南瓜派能吃得完吗？妈妈，吃得完吃得完。哎，这南瓜派咬了两口就掉在地上了。那算了算了，不吃了，再去拿一点吧。这次不吃南瓜派了，我们吃点蛋糕吧。怎么又拿蛋糕吃了？刚刚的南瓜派吃完了，这么大的蛋糕你吃得了吗？妈妈，吃得完吃得完。好，吃得完就行，吃不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好的妈妈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吃得完。蛋糕真好吃，饱了。哎呀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好想出去玩呀。啊，妈妈，呆呆，你这房间里面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南瓜派吃完了吗？这地上怎么还有南瓜派？面包掉落，还有蛋糕也剩着。这南瓜派和面包掉在地上了，我不想吃了。分明就是借口，掉一个我还能相信，这怎么还能吃啥掉啥？你就是吃不完想丢掉。你知道这食物是怎么来的吗？都是农民用汗水一点一点种出来的。你不仅不勤俭节约，还在这儿给我浪费粮食，我打你个败家子儿！以后还敢不敢浪费粮食了？中华传统美德你是不是都给我忘了？妈，你别打了，我以后不浪费粮食了，不浪费粮食了。地上的食物捡起来擦擦，我看都还能吃，一会儿我来检查，吃不完你还要挨揍。好的妈妈，我这就吃。我也太惨了吧，不能浪费粮食，还是捡起来吃了吧。哎呀，太撑了，小伙伴们，以后吃东西吃多少拿多少，千万不要浪费粮食了，不然你会像呆呆一样挨打的。